们是来自四川广汉的一家火锅锅具厂，这次念博会我们带来了以三星堆为元素的一款火锅锅具，这款锅具上面刻上了三星堆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，我们想把古文化的一些东西融入现代的火锅文化，让这个火锅文化走向世界。目前我们那个三组炊具的锅具已经收到国外迪拜的一个客户的订单。